警方派出流动摄录队在全港打击打违例泊车。在将军澳茅台街附近，手揸摄录机的警员在警车内拍摄搜证，但不会即时向违泊的司机发出告票，司机两星期之后会收到通知书，有疑问可以即时联络警方，但没得翻睇录影带。警方前年开始用流动摄录拍摄车辆违泊，去年全港一共发出超过11000张定额罚款告票，较前年的5000张增加超过一倍。流动拍摄的模式可以增加了我们这个的工作的效能，因为我们可以准确地拍摄了这个违例的情况，对于我们的举证是有帮助的。除此以外，我都减少了这个前线的警员因为这个发出告票可能跟这个司机所产生的摩擦的。